嗨，我把磨皮开的，绵羊开的小一点。对，我今天是辣妹，这样看我好瘦哦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哎呀，活动一下我的脖子。我第一个，因为我速度快。哇，谢谢吕香兰儿的九票。对，我很快。琪琪，我能不能来我们房间播？可以啊 ，Come on。哪个谁？琪琪。哦，好，我听成青青。谢谢 S H A N 0814外送的一个巧克力。谢谢，一不小心掉进河里，再也出不来了。你的一票，我是辣妹，辣妹。来看看辣妹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这样有点诡异了。红色星星是不是很不错？葡萄味的芬达蛮好喝的，葡萄味的美年达蛮好喝的。对，好辣。谢谢花间一抹耳的一票。你们要看，今天发了一个微博。一会儿发那个微博，我可能今天不发，因为我得花时间 P 一 P。明天发，明天发。真的是辣妹，我也是辣妹，我是 Y2K 辣妹。谢谢 SHN AN0814Y 送的一个玫瑰花。是吗？我也在等我的 Focus。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有一点点，遗憾的啦。谢谢是圈圈阿爸的99票，谢谢。因为我们今天选了一个长的纱，所以那个纱有一点，就是怕那个纱绊到腿，所以就一直在撩那个纱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点，就是我一直撩这个纱让我有一点遗憾吧。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变成一个，不想让踩到裙摆变成一个舞台失误，所以我就一直去撩这个纱。但我一直去撩这个纱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上，希望下次可以改进一下。谢谢洛山 V4B79 的奶茶，呼呼，七七。来了，美女来了，性感美女来了。我觉得大家都不热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呜呼呜呜。感觉你穿的随性，是啊。对。就是啊，我很无所谓的，我穿衣服很无所谓的。都不热情，虽然我知道大家可能是看呆了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呜呼。哇哦！我们的不锈钢这么漂亮，大家居然都不护一下。对。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剧场太大了，就要比平时在剧场用更大的分贝去喊我们。谢谢 WSJVV 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洋洋最聪明的应援棒，谢谢 Nasa Spicy 的99票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这个造型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加上就是侧面的话，它的辫子很长，哎，看不到，我的辫子这样很长，侧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好看的，因为你是个舞品，在哪里可以看到现场？我也没有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只能看看有没有谁有穿那个什么。我出来的时候就没看。对，很好看。我一开始是做的那个披头发嘛，因为我想在 unit 的时候甩头发，但是而且我没有想到我会还这么热。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可以试图扎起来嘛。好，是否落空，落空。对啊，是玉和杨姐。因为我问杨姐，我说你这个歌什么时候可以放在网易云上，我想加入歌单。然后他就在这首歌他发了之后分享给了我，因为我刚跳完工也看到他发给我了这个玉和的链接，然后我就立马加入了歌单开始听。叫什么国企的一个剧场。
还是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，所以去动，然后自己人已经沉浸在歌里了，所以可能会有。我把 WiFi 换掉了，换。最后是否落空？装修就得看我自己。落空要怎么触碰？好难哦。触碰。好难，谢谢君临天下的应援会投了一票。其实我这是。上次杨姐唱过之后，我听了，我看了那个视频，看了三次、四次、五次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音乐嘛，所以我没有唱过，所以刚刚是我第一次唱这个高音了，起高了，啊、哦，我起高了，啊，这样的吗？哦，是这样。对，我在不锈钢。你到家了吗？拼命下去。听得我都要哭了。那个浓一点的嘴巴，一般晴空一片火红，期待的船一定会来。我当时就觉得哇，太有文化了，太和我太喜欢。再说真的，你让我现在给他复述出来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好远，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复述出来。能再搭回去的话，已经被记载。不开的夜。是谁挡住我？哎，我是不是唱错了？好了，最后是否落空？拜拜。梦被闯了空，要怎么触碰？我自己都痛不痛？我需要大家的热情。肚子饿，我唱不了这个歌，我太饿了。好高，真的很高，这个调，巨高。杨姐说我还可以唱，我说不行啊，这个歌我不配。杨姐还说就是她的歌我都可以唱，而且她觉得这个，她说什么 you 啊，然后那个。还有什么 you 和那个什么也很适合我。这不，杨姐自作曲的歌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哪好意思唱啊？要200块钱。不好意思唱。200块钱，用眼睛看，但是我没有那么感兴趣，我有那么多感兴趣还没看。世界大的我害怕，一半晴空一半火海。承诺是否值得期待？等的船会不回来？谁在意我的精彩？逆着风为我而来，心就跟着来得太快。我的故事是否被记载？你看，一会儿跟他坐下。睁不开的眼，谁挡住我？太好听了，听得我要哭了。哪还有精力去？对，没有录播，看看有谁，如果有拍，我们全场。我要忍住，不能哭。我明明应该是很高兴的，看着三角函数。那个大家的录播吧。因为感觉有点戳到我。歌词一会儿发我。谢谢张嘴吃药的一票，谢谢张嘴吃药的九票。录自己播也算录播，那有人拍拖，应该有吧？请问有人拍拖了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说的很。等一下，我要找一找，我觉得被戳到的那句词。
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晚上玲玲模仿那个跳那个拉丁舞，就是这个一半晴空一半火海，承诺是否值得期待，等的船会不会来，谁在意我的精彩，逆着风为我而来，新旧更迭，去得太快，我的故事是否被记载，这就跟我去年说我想成为插队的支柱是一样，中流砥柱是感觉是一样的，就是想说想要被人记住，不想就是随着时间这样过去就没有人记得我的这种感觉。陈琳在说什么，在听杨姐的愈合，强烈推荐你，我要 emo 了，太好听了，戳到我，谢谢，谢谢这个 SOMNUS 的应援棒，太戳我了，要嗨还是要火，赖还是希望七月二号大家可以嗨起来，太好听了，大家应该很热，我可以听100次，希望我们的今晚的 BGM 就是这个嗨爆全场，嗨炸全场，今天妆很好看吗？其实今天的妆很普通，只是多了两个小钻钻，但是呢这个钻钻是我跳 unit 的时候 staff 姐姐给我贴的。你要怎么出发，什么居然不知道不锈钢是什么，不锈钢是一首非常棒的 unit， 哇神级 unit， 哇放出去吹呀、死命吹，对，而且这首歌不是这首歌，对，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选的很纠结，因为我一开始想说选那个蝉，因为我觉得蝉很燃，而且它要改编，因为我们之前对，因为我们之前听说的是这个所有，对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我之前听说所有的 unit 就是所有的16人是不可以有改动的，所以我其实对不锈钢的舞有一点那个啥，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喜欢，我也是，棒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对，而且就是我的不锈钢是大家为我选的，因为这是我7年以来第一个 C。真的，严娜找我连麦。对，这是我7年以来第一个 C。而且其实不锈钢这首歌是在哎呀，王菲演的在我们，而且。在那个很久之前那个 B50 的时候大家就想给我投这首歌，但是后来我们选择了 Bros， 所以说明我和不锈钢还是有很有缘分的，所以一定要选不锈钢，你可以来，但是我们4个台会不会串台，你来，谢谢 SD 军曹的酒票，想到一个不串台的地方，晚上直播吗，对， Heartbeat 其实不算，就是其实 Heartbeat 不算太 C 了，就是算是一个，就是我说的是在队伍里面，在 team 里面是第一个 C， 对呀，那你要来吗，对，行，就是属于我的第一个 C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，对，你们变成了我更加重要的意义了，很后悔，因为我妈当时说有泪痣就是容易遇到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三次是每一个人有一首代表的歌，所以 Heartbeat 是我代表的歌，还有一点点痕迹，就是我一点标志的歌，然后就是但是点掉之后确实坚强，但是不锈钢这首歌是大家给我的 C，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这我之前虽然也可以说美杜莎的温柔我也是 C， 但是那是因为我是前辈，所以我是拥有了这个美杜莎的 C， 所以这个不锈钢的 C 是大家给我的，所以这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，不锈钢是一首又性感又酷的歌，对，就是非常有女性力量的，这里有人叫我别吃饭了，不胖不瘦刚刚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么多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一直这样，什么不胖不瘦刚刚好，不胖不瘦刚刚好，只是因为管的真多，只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穿成这样，你只能看到我的脸，饮食各方面都是非常健康的，但是呢今天这样看起来就很瘦，对，这首歌非常的秀，因为这个造型也不错，看着就瘦，你知道吗，一个人显瘦是很有学问的，看弹幕的反馈啊，我穿了好多，
你别看我现在看起来很瘦，其实我的双下巴也在。不行，玲玲，你这样是贩卖容貌焦虑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已经够优秀了，不能这样。是的，人健康最重要。我觉得人快乐最重要，不能有容貌焦虑。双下巴算什么？你要是下巴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因为这么多年了一直跟着我，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。对，是的，唯一从小就跟着我的好朋友，把他吃出来，从我零岁开始就跟着我的好朋友。他是我的闺蜜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谢谢做个好人的皇冠。今天的妆造适合的这个，谢谢谢谢皇冠，非常的努力的，这个做女人这件事情要学习，我非常努力的在学习。谢谢大家。我之前不是也说一直想要夏天要穿吊带，所以我今天终于做了一回辣妹，其实也不算辣妹了，就是终于尝试了一下穿吊带。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不好意思穿吊带，因为我觉得我胖然后又壮。但是呢，很感谢这首那首什么歌，那首《红昭月》，让我感觉其实我也是还蛮瘦的，我的胳膊好像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壮。我觉得我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吊带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怕就是在剧场穿或者在大家看到的地方穿会拍反图，就是会显得我特别壮嘛。谢谢卡门不懂我的忧伤，投的99票，就是也是会有点就是那种容貌焦虑吧，但是不行，我觉得还是开心最重要。对，我觉得想穿什么就去穿，因为我之前也刷到很多视频，就是别人会在意就是一些小姑娘穿的少，我就其实我看着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说，人家穿的少，人家喜欢穿啥就穿啥。而且我看那种评论也是，就是那种也是有很多羡慕的人，因为他们也很想穿，但是他们也不好意思穿。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尝试一下。其实你就算胳膊上有肉，你也可以尝试。对，我们要自信就是最美。对，我们要喜欢自己。小皮，没有人断，就是掉了那个顺。对，穿衣自由。所以我决定要克服害羞，所以我穿了一个吊带。虽然今天握手的时候我还是穿了一个外套，因为我还是稍微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合影的时候我是穿的小吊带，然后我刚刚下班的时候也是穿的小吊带。所以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。真的把那个弄坏了，我就7月2号换一个。现在看来7月2号他还是要陪伴我呢。谢谢小叶期末 busy 送的，不投的99票。其实我觉得我不好意思和不自信都沾一点吧，因为我不好意思穿吊带嘛，也是因为我不自信，我觉得我自己身材不好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穿这种的第一步是自恋，要觉得自己很漂亮，自己是宇宙无敌漂亮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穿什么好看，然后就是在不要害怕大家的视线，然后这样穿出去。对，大家想穿什么穿什么，自信。去听一点心理了吗？没有，我联系了他吧。好，啊，姐姐怎么把我的奶放在沙发上？我们今天，我是健康瘦，我不是那种瘦。我是健康瘦，肥不是肥美，健康瘦。虽然可能比起 idol 的瘦来说，我这个可能要，因为我上镜比较胖嘛。我等一下我自己来，
就是因为我脸很圆嘛，就是吃了上镜的亏，但是不要紧，没关系，自信就好。对，玉和的姻缘放了，在网易云。小鹿，你帮我值两分钟，我去拿一下我的旺仔牛奶呀。好。嗨，大家，我是陈琳的。什么？没有。我是陈琳的小可爱，大家好，我是鹿儿。哇，我在陈琳的直播间真漂亮。Hello， 大家。我是代班主播。嗨，大家今天有感受到我的魅力吗？感受到了呢。什么？你要熬旺仔？对，拿回来，免得被人家拿走了。哎呦。是否落空？谢谢君临天下的一票。其实我很好奇这个应援会是怎么来的，突然有一天就是看到了这个应援会，说实话我还点进了超话看了看，发现啥也没有。哇，谢谢嘎嘣脆艾特的999票，谢谢。你们有来过青岛吗？我来过青岛，我好想去海边呀，我好想南海。谢谢。谢谢他的官人送的秋天奶茶。我不急，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会把我和严明君放在一起。因为我们好像最近也没有接触。会回来。对，我和严明君是同期。其实我们俩的舞台合作也很少。就很比较好奇，怎么就突然？对，我单曲循环愈合啦。离海边有40多公里，你没有？哦。能可，我和严明君真的，我都不记得有啥了，有啥合作，无可替代啊，不是无可替代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什么那个什么就是逆流而上的那个什么？我那天还模仿严明君跳 crom， 这样，不是在一块，是逆流而上的那个什么，第一首歌，噔 and roll， 噔噔。晴空一般火海，承诺永远值得期待。就是这个名字很不错了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奇的秋天奶茶。我今天口红色号是 Color Key 的611。哎，我也喜欢用它。嗯，但是我后来有叠那个阿玛尼的，嗯，然后稍微擦，就淡成这样了。因为天，我阿玛尼的那个红色有点深，然后我就擦，就是渐渐淡了嘛，就是从 every 舞蹈都在搬箱子，从那个 unit 开始，就是比较深一点，然后渐渐的就淡一点了。而且那个箱子还有暗叉面、黑面、亮面，其他口红色号。啊，那个面啊，我是非常解的。605，因为这是我最新买的两只 Color Key。谢谢，时间是会跑的妖怪的一票。
代码19163243。谢谢，我是豆豆豆豆豆豆笔头的一票。漂亮，哇，我想吃东西，我找东西吃。谢谢花生花生头的一票。饿了，你们吃饭吗？我的月和春秋，春秋开的有。我说你们现在吃东西吗？我猜你们不吃。世界大作，我害怕。一般星空一般火寒。的船会不会来？啊，这个好难。我而来，心中的念念太快，我的故事是否被记载？在夜江中，刺痛，最后是否落空？梦被闯空，要怎么触碰？应该是吧，因为是青岛太难了，有没有一遍唱的比一遍好？太难了这个歌。嗯，林姐，你的崂山可乐送出去了没有？没有，真的太棒了，我真的崂山可乐难喝。崂山可乐不难喝呀，他们都说不好喝。对，大部分的酒票。我真的觉得这崂山可乐还可以。嗯，那个什么蛇水才。嗯，那个没听过，崂山的我自己原创，可是我其实对这个音律什么的，就是这种乐谱什么的，我完全看不懂。这个肯定要从头开始吧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四边三边形的战士，唱跳 rap。对。羡慕啥？就是个。我先把这三样做好了。你也可以。再缺别的。我知道你没有酒味了，没有啤酒味了，但是我可以装住我这里。谢谢GYR的一票。哎呦，这个粘牙。好甜哦，不过。是否落空？我模仿杨姐，杨姐唱歌是手是这样，然后这个是，然后这个指甲就很长这样。一半轻功一半火，一半轻功一半。哇，谢谢 GYR 的999票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解放前百姓生活贫困，我不敢填词，因为我是文化沙漠。啤酒厂里，欢迎下次来找我合照，当然要自备动作哦。谢谢999，我要送你就是九朵玫瑰花。啤酒酥再分给亲朋好友和邻居吃了之后，竟然大受欢迎，邻居们也纷纷效仿。这个原本只是为了充饥的啤酒酥，我们来听杨姐的另外一首歌吧，给杨姐打歌。百姓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，没有听 you 吧。青岛倒进百年的历史记忆，与青岛啤酒一同成为了青岛的名片。不行，这个调调学不来。社会课堂是不行，学不来。青岛的特产，不错吧？来自那个潘路遥，电视主播的播放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英文我不太行，我唱英文太难了，因为英文太难了。谢谢 CCCSL 投的一票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放这个。谢谢六月的小肚腩的九票 ，Life Chen Chen 饮酒吧的一票，电子竞技没有小号的一票，谢谢 Life Chen Chen 饮酒吧的三票，谢谢六月的小肚腩的一票。不行，我念不来这个，就是这种很有。感觉的这种
腔调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。不行，我不会。谢谢谢谢投的票，我也不知道刚刚看到哪儿了。谢谢 Live Chain ING 九八投的一票，谢谢六月小东南投的一票，谢谢 Live S C H A N I N G 九八投的两票。气声 I love you, I miss you, I love you。不行，唱的不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赵林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赵林叔，那个徐福记那个凤梨，崩溃了三分之一，后边嗓门就甜了，对，杨姐的英文好好，一点一点，靠一点一点，你还可以，不行，我英文太差了，文化沙漠了，文化沙漠了，我觉得今天大家说的很有道理，就是今天在我们的那个。遗忘的国度啊，不，遗忘的国度，三角函数的巡演上，我觉得大家说那个，因为把名字取名为遗忘，然后大家开始健忘症越来越严重，我觉得这个说的好有道理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发现大家脑子都不好，最近大家真的太差了。Universe 好学，谢谢。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慌张的，因为我那一天是18号学的，那天我不是在给小鹏助演嘛，然后大家都在跳，我是后来过几天才学的，所以我一直很紧张，我有点绕，因为这首歌跳的也少。对，谢谢这个韩文是什么？投的一票。对，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叫韩数沙雕，我觉得我们一定就会变得聪明。谢谢唱是唱响的唱，应该不会聪明吧？跳，聪明不到哪里去，最多是个正常人，是个雕。最多抵消了，不会再变不聪明了。你们给我们取个群名吧。有，我这儿有聪明人吗？我才没有。你别取了，我收回。就是一读对一读攻读。谢谢六月的小肚腩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云去千里明的两票。我觉得这个中文好有感觉，这个。又不是我自己建的群，我的爱的。这个外套吗？这个外套我要安给你们。这个外套是叫极度渴望。哎，它的牌子在哪儿呢？哎，它的牌子，它有个标签，它的标签在哪儿呢？嗯，你吃。叫极度渴望，领子上我看看啊，我好像没有。哎。没有，没在。哦，在这儿，摸到了。极度渴望。对。水果蜜糖。Goodbye。谢谢唱是唱响的唱的应援棒，我当然听杨洋的愈合了，我刚刚已经连续单曲循环了 N 遍了，我直播了多久，直到这首歌和刚刚那首歌已经连环播放了好多遍。哇，这好像是那个很好吃的糖，但是我现在不吃。对，唱愈合那一天正好，我其他前面的都没有听，就是我在底下看直播嘛，然后只有那首我上去看的，我在看的那个戏听的现场，加上就是那个后台那个屏幕放的，太好听了。谢谢那里的应援棒，20个应援棒，我想看我的 focus， 不知道 focus 出来了没有啊。
啊，对，大家报上的时候可以快快吗？快快吗？我想看。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哦，哎，被我刷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！谢谢。我的眼睛。出了几百年了，什么？我错过了。谢谢，这是妙阳吗？很多人投了，你们妙阳错。哇，先看看一下我的返图。哦。哦。哎，我的屏幕太大了，我要竖着看。看一下啊，讲文艺复兴就是很 AI、我现在给你们讲文艺复兴真实的事情，确定吗？各位，文艺复兴我只能讲出什么达芬奇、蒙娜丽莎，十六世纪文艺复兴。sexy 啊，文艺复兴时期干嘛呢？漂亮漂亮，一波一波。哇。我的心情是15、16世纪的。哦，好，我要看我的不锈钢。Forecast。出来了，没有集体的，只有你单人的吗？这个是我的个站。可以看看。好羡慕啊。哎，娜姐，我看到娜姐差点就做错了，娜姐是狗。看到我，好像看到我的双下巴。谢谢，谢谢花火花，今天熬夜了吗的玫瑰花。太为难我了。我们每次跳河就说谁跳错谁是狗，然后我就是狗，我就跳错了，因为我被吸引住了注意力。哎呀，我先看一遍，我再给你们看一遍。哎，但是脸还是漂亮的。嗯，必须的。嗯。嗯，是漂亮的。啊，好好看。这项目本来就要学，我需要学习的。这衣服是限定，所以你们今天拍到真的值了。以后就不会穿这么。但也没有。女人的。你这个起来好危险，我感觉是踩。对的。所以我很害怕，我起来的时候我撩了一下裙摆，因为我上一次我们彩排的时候不就踩到了吗？我滑了一下。谁呀？哇，这个 focus 看冷吗？我被困在这个。这个 focus 看了。对，这个这场皮肤限定。大家 focus 快快，我也想看。我觉得我的表情可以再多一点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性感美女 ？Oh my god！ 哦，我天哪，这个辣妹、这个、辣妹。这个、我曾经也看到过。Oh my god！ 你刚说了，辣妹脑子不正常的辣妹来了。娜姐，娜姐，你今天跳过了，你是狗、啊。你的开头我看到你要做这个，发现不对，然后开始做这个。啊！我也看到了，你做的时候给我吓一跳，就是我愣了一下，就哎，大家都太紧张了。真的很精神。哇，我的直播第一次。对的。屏幕里出现这么多人。啊，我看脸了。还在呢。你看我拖鞋。哎，你要不要吃啤酒酥？有点甜，不过。不行，我怕醋。无语。啊！好臭哦。就是我卡吗？你们屋的网怎么这么差、啊？我觉得我好漂亮，好像看起来有点太凶了。是很好看，就很有大明星的感觉。甜的甜，怎么了？这时候我在内心就很好，必须为了谁努力不讨好吗？大明星哦、oh, 啊，对，这个歌有问题吗？这个歌好啊，大家，这个以后你们那个抽什么踩我就可以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是个拖鞋，做成了渐变了。我已经想到我下一个那啥了。我已经想到我下一个，来，穿太臭了，拿。啊，你怎么能嫌弃我？我都准备拿下一个 cosplay 用这个跳道具呢。你套头上，套手上。套头上哇，太棒了，这个。就是怎么怎么欢迎小香蕉啊 ？Hello， 我卡吗？他们都说我很卡。
谢谢黄璐璐的票。好可怕呀！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个孩子啊，谢谢你，哇，谢谢你漂亮，哇！你要不在这儿重新联系我？五个人，太漂亮了！哎，最后的案例拍了四个，对，拍全了四个。哦，没事啊，我先看一下，看一眼评论啊。嗯。看一眼评论，看一眼评论。哇，性感的大姐姐。哇。快，我要看美女。有拍到我们别的人吗？嗯，一点点，前面和最后吧。他是自带对的，你看大姐，哎，大姐给你看，天窗的，嗯，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哎，不是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站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看我很大，你是不是？对，站姐给你拍的。我现在，玲玲啊，站姐给你拍的。对呀。哇，真好！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我认识玲玲的站姐了，眼熟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跟她走的时候，看到她的站姐了。哦，还有站姐，我天哪！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洛莎 Z Z 四 Z 四 B 七九的九票，刚刚错过了。好，我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啊，怎么给你们看？我看不到。让他自己这样看。站姐的表情好尴尬。这样怎么看了？看到吗？宛如一个懵懂少女。对，无知的样子。你的网断了，姐。大姐，你的网没了，你还在这儿说啊？对，你没看到都零都零了吗？没再看直播了，大姐，你在这里。完了完了，你肯定是傻的。我说你怎么一个评论呢？完了。好漂亮。哇，这舞美真不错，比嘉宾好。不行，不能给你们看，你们得自己去看，然后给我评论。我给你们看了，你们就只在这里评论，你们不给我评论了，你们必须要去我的视频底下评论。我也想要给我添加弹幕。脚趾下面凸起来的点还可以当指压板，你那双鞋还可以当指压板。什么鞋？指压板？他们说我的鞋。我的妈呀，那你的鞋，快给我看看。你们喜欢吗？那鞋叫半脚怪。快看那阿姐的鞋，很可爱，粉丝送的，就是非常厉害。他是真的拖鞋、啊。你看 cosplay 穿这个吧，人家都拿 cosplay 上去，你就拿这个穿，看好不好嘛，阿姐？好，你试试，试试，感觉不一样。就把这个国行锁的。啊，好好。好好玩啊、哦！这个是按摩的吗？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应该，他是做的那个。他哦，那你 cosplay 穿什么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还问我？你好好笑、哦。你是看我的智商才这么怀疑？我玲玲，你美绝了吧你？你怎么能这么来？人家把这个鞋趴上去。哦，你看你们不来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漂亮的辣妹，你们一来，我变成沙雕了。怪我们了。沙雕。拖鞋太好笑，这跟那个咸鱼拖鞋很好笑。是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咸鱼好，更绝。我第一次记住王菲演的是因为那个咸鱼拖鞋，我记得吗？当时。我让你们来你直播间来，小鹿，我太卡了。好。来，八哥好像是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连麦谢天一，我们人就齐了。你可能过来小鹿可以插声。哇，谢谢李香兰的皇冠。哇，太羡慕了吧！不要羡慕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了。这么多人在直播，我找到你了。谁来切药？好。哎呀，美死了，美死了。六，其实我现在我这个监测的内心我在数拍。五六七八三四，我坐坐。哎呀，哇！都看你了，你怎么带狗出门啊？天一，我给你看东西。天一。天一，我给你看东西。天一，看我的脚板是性感吗？哇，你看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差点伸进小鹿的吃的里面。小鹿，你咬我的脚趾感了？味道好好恶心啊！你们太变态了。哎呀，多性感啊！谢
谢了同学的15个应援棒。不是，你知道他现在脚下面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我也可以给你们跳一个辣妹的。我来给你们跳个辣妹的。哎呦。我可以给你跳一个什么辣妹版？这儿吧。怎么样才能？舔一下，你认真的吗，兄弟你？哎，这个。这个不错。那你这边脚踝怎么样？今天一咋没声了。给大家跳一段尖奏吧。声音都闭掉了。啊？他是不是嫌我们太吵？是嫌你叫的太？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不锈钢有多好看。卡了，卡了，不能动，卡了。现在知道了。卡了吗？这个计时怎么说？等一下，我把大家放在这个正对。这计时不是一般那个出那个啥的，我跟你说，这计时一般。出山。我再把我的。这个技师呢，一般情况下呢，就是属于VIP。拿过来。你要干啥呀？我给大家展示我们。漂亮的不锈钢的，这玩意儿穿不是才要跳啊！给大家展示一段什么呢？你说你留着7月20号是不是干？也是啊，有道理，哼，不跳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身衣服漂亮。你，我也觉得。这你要来吗？过来玩？你来玩吗？啊，怎么？我刚给你发消息了。什么？一会儿还要干活呢，干活了，我们哎呀，哎呀，真的好过分啊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一会儿要开始工作了。就是，算了，下次等到7月2号再给大家跳吧。不是，太精彩了，我们不锈钢太精彩了。这是真的朋友，你们。你舔一下，明天就火了。舔不舔？舔着。哈哈，小鹿，这你想火吗？我不想，我不想。谢谢飘姐，你们怎么做的？跳了一场舞，演还这么谨慎呢？因为我们兴奋了，对他们比较厉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链接呢，对我跳了个寂寞。1号链接，哇，啊、小五有九个九，大家快去看我的，快去看我的直拍，看我的直拍，快，我不允许还没有人没看过的直拍。那个人忘了叫什么名字，没必要为了谁美丽，做更好的自己。拜拜拜拜，哎、啊，我的什么来着？忘了。对哒哒哒哒，一，不要再为谁而努力，展开全面反击，这战役的对手就是我自己。我们好大而出息了，我要。谢谢唱是唱响了唱的应援棒。哎呀，菲菲。嗯、快看我的直跑。恭喜我们的小五同学。哎，哪儿呢？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有哎，我把房卡放哪儿了？笑得好开心啊，我们。我看看我啊，我跟这张照片还挺好看的。叮咚，我就在这里。哒哒哒哒哒。你们这什么卡呀？我搁这直播好抬，走了。太好笑，我们那个这个是什么歌 ？Single， 我们在升国旗。哎，这是。我们在升国旗。Hello， 小五。恭喜、啊、你跟小五连麦了，那我就不连了。恭喜宝贝，我有点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你爸妈都在呢，来，妈妈也在，来吧。恭喜小五，真不错，出息了。我们家有应该干什么。妈妈很开心。不用干什么，认认真真收下这份好意就好了。对，嗯，这个是你应该拥有的。对的，你值得。天哪，嗯，小五值得，小五值得。大家好，我是 SZ 日方企业15期预备生吴涵，目前在 Team X 代役。如果大家觉得开心的话，请过来。好想看我们那个。真不错，这孩子真的好正统啊！你知道小五今天早上接机的时候，我就好可爱啊！小五好正统啊！但是啊，天哪！哎呀，这个好不齐啊，我妈妈心，我在里面好不齐。王菲，你看我俩最不齐了，这个动作。因为我看的是旁边的人，你在我旁边，你为什么看别人？说吧，我先挂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的腿抬的。因为我加油，小我。我感觉好像我动作大没有跳，然后我就错，我发现大家都跳了。对，两位也是，抓揪错了，揪错了。啊，好非主流啊！天哪。我在看今晚的照片。欧阳青青，哇。
你就在这里。对，我在看。哇，谁为何阳青青投了9999票？我们又一起见证了呢。天哪，这反图里面我不好看，那岂不是很丢人？叮咚。阳青青也真不错，我的朋友们真的都很不错呢。哇哦 ，L O V E。哦，有我们的吗？哇，这个哇、哦，这个还是起的还挺好的。嗯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不错不错。这酷一闭眼了。在看哪里的反图啊？官博的。我看到给我们了，他那个倒是把我截掉都行啊，真的是。怎么能截掉呢？哎呀，那我多在里面多诡异呀，看起来。不诡异。嗯。其实娜姐，娜姐也很辣，娜姐。我的这。但是娜姐不好好跳。那9999那是轻易来的吗？就是。那当然是随便就丢丢了，对吧？什么？我刚就是了什么？什么？我刚就是了啥？我什么？呆滞。我再看看我们。对，我就比前几年多喜欢了不锈钢一点点，也就一点点吧。我没有想过之前他们说的。开始内卷了，这些人，这些9999开始内卷了，开始内卷了。看到哦，这个人，哦呦，这个人是和我们家小偶像是好朋友，不行，我也要给他投9999。真的吗？我来见证这个商业割韭菜的行为。正在见证。完了。刚刚说起想到一个事儿又忘了，完了，那个反想不起来了，没办法，现在脑子就是。我又开始放这个愈合了。好好听哦。我瘦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的小腿肌肉好明显。世界大得我害怕，一半晴空一半火海，真的是否值得期待？他们的船会不会来？哎，哦，找到了。对啊，我最近和谢天一拍摄写很多了。对，明天要回上海呢。对，这首歌太好听了。哇，西姐，你有一张超级漂亮。嗯。一张反复绝了，太好看了。你这哇，谢天一这张也好看。最后是否落空？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张勉强像人。哎呀，哇，好漂亮。哇，我们又一起见证了和阳青青的9999哎。哇，他又9999了。哎呀，谁要跟他一样啊？听完这个，我们要听小精灵的魔法，有点想听魔法。这张我在这儿，你呢？这张也好看，时刻保持美丽。腰怎么这样？王心凌，王心凌每张都好呀。嗯，好看。他就完全不攻。对，因为明天是速报，所以大家都开始发力了。大家加油！全不回来，好好听啊，真的。哎，那张不齐的把我截了，真的。下午就可以了。谢谢六月的小肚腩的十票。哎呦，是。哎呀，就是那张错了，我抬一点儿，醒一点儿。钢管穿的是钢管，钢管是什么？他说我不锈钢是钢管。怎么这样？嗯，太有劲了，太有劲了，太有劲了啦！怎么会这么好听？哎，爱了爱了爱了，太有劲了。
其实我今天在玉和，来自歌手许阳玉卓的玉和甜酒，但是是罐装的，应该不是青岛有名的那种吧。一抹了一抹，听首快乐的歌。哎，我刚刚想来节奏，发现它是慢。我什么时候出原创曲？等我30岁的时候吧。并不知道呢。淡淡画画在空中爆炸，爱的存在不会在这空，我们还是不会再失信，一旦怀疑会遮蔽眼睛，你抵抗生理时来的劣根性，由来快要崩的你，我是不会 rap， 我真的不会 rap。哦，是，还有这事儿，对吧？通风报，在楼上二下楼。你们不要说有人会通风报信的。我觉得那你说到了，对，在小娜姐跟我们捏脚，小娜姐跟我们捏脚，背也要开开背。好，开开背。Wine, Q。对，我的侧颜一直很绝。你们在家不这样吗？天哪，小鹿，你的脸正好在那个投票里面，投票魔法里面，像像他在测你的脸有多漂亮那种感觉。Wine, Q。哦，我的脖子咔咔响。今天大家看三角函数怎么样呢？啊 ，V E。你和我同行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在。7月2号就能看了，7月2号就能看了，大家。One Q。要不要来一下呀？我们有一个人，我要拿手机。那我们过去。我来，我来了。那我们50分结束直播。在哪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就是这里有点太远了，而且我们这两天点外卖都点不到什么吃的，然后喝的也没有怎么样，也没有，就是不能直接就是点一些喝的什么，就是要点一些菜或者什么。对，所以当今天大家给我收，我收到星巴克，还有收到奶茶什么的，就是那种元气森林，还有可乐的时候，还有旺仔那个牛奶的时候，我都要哭了，好感动！我这两天一直没有喝到什么饮料。大家要，所以好开心能够收到喝的，我已经很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奶茶好久。他们今天点什么奶茶我都没有跟着他们点，因为我看着不好，看着不是特别好喝的样子。我还是觉得，我突然觉得玉和比较好听。这里果然是青岛的，今天就是好像在宝山城，我看到了，市区也是一个很好的。好了，大家，你准备什么时候？你准备怎么弄啊？哎呦！哇哦！你准备怎么弄？是钻着过去吗？还是？过去啊！你们这个人家真的不会有人通风报信吗？就你这个傻能干？大家都知道哦。大家千万都不要说。大家都。如果通风报信了就没有意思了，虽然我觉得扣一很有可能知道我们要给他过生日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还是不一样。对，还是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不要说，但我觉得其实他自己可能也知道我会给他过生日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孔一孔都知道。
他说不定在期待着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惊喜。然后我们去了，我说你能解释吗？我们给他的社死尊严，我明天在高铁上给他。我们到生日快乐，那五十分吧。怎么样？哎，我们高铁拿那个宠物的那个车，那个就是让人脚疼的。谢谢花火今天熬夜了吗的取票。直播怎么过去？我不过。今天2024好像是宋欣冉。对。我们出超过。我当五。这次是一个很特别的蛋糕。我刚来我就拜拜了。叶糖，我刚来我就拜拜了。我们先去那个，然后还有一分钟我要下播了，大家。上次的蛋糕是不是很好笑？就是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其实他一开始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蛋糕留下来的时候，有点像那种吐血的表情，我觉得很适合谢天宇的表情。结果他后来越吐越吐，感觉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说像吐了，我就觉得还真有点像吐了。一开始就一下子，然后后来现在变得就是很多，看起来像吐了。好了，我要下播啦，大家送到你们那儿好不好？拜拜。一边清空一边火海，期待你的船会不会回来。哎呀天哪，我今天好漂亮，我都没有自拍。哎，我现在连麦，拜拜。我觉得这里面显得我好漂亮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我是不是很漂亮的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看到我美颜的样子真的很漂亮的样子。感谢大家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是，谢谢养只小乌龟投的一票，我要下播了，3、2、1。